Welcome to IT Handyman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接下来我们用 Flow Assertion 来讨论 Content、Not Content 还有 Not Content Now。那我们来到我们程式码的位置，在我们程式码的位置呢，它其实就是在这里。好，从 7.2 开始，然后一直到这边，好，一直到这边。好，那我们就来快速讲一下。首先呢 ，Flow Assertion 呢里面有 Content、Not Content 好跟 Not Content Nows。那你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边有一个 S 呢，这边则是没有 S。好，那 Flow Assertion 里面呢，它的 header 有这一些，好，它的 header 有这一些，就是说你可以把好你的 collection 在这里，然后你的 expect 的东西在这里，然后记下你的 failure message， 然后跟你的 expect 的这个好这个 collection 在这里 ，enumerable 的 collection 在这里，好，然后记下你的好 failure message 都可以哈。然后那当然你这里面也可以放一个好 predicate， 好，那它就是有好几种写法。那基本上呢，它的说的意思就是 assign that collection contain at least one item that match the predicate， 好，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接下来这几行是我自己写的，是我经过观察到的，就是说这个 method 里面它没有这个 iComparer 的参数，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一个 collection 里面，好，这一个 collection 里面的 object 并没有 override equal， 也没有 override get hash code。因此它没有办法，它只能做 reference equal， 它没有办法去比较它的 property value， 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一个 list。首先呢，你会发现说我们在这个 tutorial 所遇到的这个 list， 有这个 list 1， 然后跟 list， 好 ,list 1， 好跟 list 2v2， 好那跟 list， 好跟就只有这些而已啊，好 ,list 1， list 1v2， 好没有其他的了。好，还有 list 5， 还有 list 5。OK， 还有 list 5。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list 1， 然后 list 1v2 跟 list 5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好，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好，我们就来看一下。随便往下看。好，这个是 should not contain。对，就只有 list 1， list 1， list 1v2， 然后跟 list 5这几个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好，那我们这边呢就直接好就直接把这个地方往上拉，大概在这个的位置。好。好，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 power list 里面呢，这个 list 1呢里面是 gamma power 1， gamma power 2， 然后 gamma power 3， gamma power 4， 然后 list 1 v2 呢则是 gamma power 1 v2， gamma power 2 v2， gamma power 3 v3， gamma power 4 v4。 那这个里面的所有的 property 的 value 跟这里面所有的 property value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们里面 property 的值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可是这个呢是存在，比如说GET location 1的位置，这是可能存在 GET location A 的位置。好，对不起，这是 location， 假设这是在 location A， 在 location B， 在不同的 GET 的位置。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知道 variable 的这个object variable 他们的这个里面所储存的其实是一个 GET 的位置，是一个 address， 所以这里面的 address 所储存的东西是不一样，这里面的 address 是不一样的 address， 因为它所指向的是不同的 GET 的位置，所以我们在做 equal 的时候，它会使用 reference equal， 然后它会判断说它是啊，它不是 equal 哈，所以这时候你做 assert 点 r equal 之类的，它就跟你说它 fail 这样子哦。那因为我们并没有 override equal， 也没有 override get hash code， 所以它不知道该怎么比较，它就只能比较他们的 reference。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知道说这个 list 1呢跟 list 1 v2 呢，好，就是会有这个，这里面全部都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这里面全部都是 version 2的 element， 好，就有这样的差别。那 list 5是什么呢？ list 5就是好 2v2 3v2， 好，那也就是说 list 2是有包含 list 5而且是有 reference equal， 那 list 1呢那个并没有包含 list 5，虽然说这里面有2跟3，但是它因为不是 reference equal， 所以它就没有包含。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式码。好，在我们的这个程式码这一个部分哦，等一下哦。好，在我们程式码这个部分，我们就要从这边开始讲。好，然后那这几行就是跟你讲说，因为它没有 iComparer 这个参数，所以你又没有 override equal， 也没有 override get hash code，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只能做 reference equal。好，就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 power list 一应该要包含 power list， 好，应该要包含 gamma power 二。有啊，因为这个 list 一里面有 有 gamma power 一、gamma power 二、gamma power 三、gamma power 四这四个都有。那我现在跟你说，如果是 power list 1呢，应该要包含 gamma power 2 v2 的话，它就会 fail， 因为它并不是 reference equal。这个 gamma power 2跟 gamma power 2 v2 并不是 reference equal， 所以呢，它就只好 fail 给你看。那我们接下来run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failure message。好，这边稍微等它一下。好，
这边等他一下哦。所以你现在就看到他的 failure message 就长这个样子，好，然后那接下来是好再把它 commit 回来，然后再重新 run 一次，它又可以 pass 了。好，那接下来是 power list 一应该要包含好这个 gamer power 2跟 gamer power 3。那包含 gamer power 2跟 gamer power 3呢，其实是因为这个 gamer 这个 list 一有包含 gamer power 1、2、3、4都有包含。然后那我现在只问你说有没有包含2跟 3， 那它是有 reference equal， 所以它当然有包含，所以它就 pass 了。那接下来是 V2 的 version，V2 的 version 的话，它有没有包含 V2 的 version 呢？答案是没有，因为它并没有这个，并不等于这个啊，这个也并不等于这个，所以它并没有 reference equal，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东西是会 fail 的，因为这里面全部都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可是你问说有没有包含 version 2的 element， 不好意思，没有，所以这时候你就再 run 一次的时候，它就 fail 给你看。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 contain 这个 method，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放这个 I comparator 这个参数进来，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就 GG 给你看。好，那这时候再把它还原一下。好，这时候又可以 run 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好，那我们这个 list 一有没有包含这个 list 五呢？那我们知道这个 list 五里面就是有 gamer power 二跟 gamer power 三。那这个是。对不起，是 Gamer Power 2 V2 跟 Gamer Power 3 V3。那我们这个是这个里面是包含 Gamer Power 1 V1， 然后2 V2、3 V3、4 V4、哦。那它当然就有包含2 V2 跟3 V2， 所以好、哦，这个是的确是有包含这一个的。好、哦，那假设是这样子呢，这个是全部都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那有没有包含 Power List 的5呢？没有，因为这里面是2 V2 跟3 V3。哦，这是2 V2 跟3 V2， 那这个里面则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所以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你在 run 的时候它就会 fail， 就是因为这里，好、哦，好，也是稍微等它一下，哦，它会死给你看，好，好，然后那接下来再、把它 commit 起来之后又可以 pass 了，那接下来是 power list 一应该要包含什么呢？应该要包含 gamer ID 大于3的，那 power list 这个 power list 一号呢，它到底有没有包含这个 gamer ID 大于3的？有啊，因为在这个 power list 第一个 list 里面，它有包含 id 等于 1，id 等于 2，id 等于 3，id 等于 4， 那 gamer id 大于3的有哪一个？有 id 等于 4，id 等于4的确是大于 3， 所以它就可以 pass。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好 power list 1有没有包含 power list 5。 好， power list 1有没有包含 power list 5？ 这个里面是 2v2 跟 3v3， 那这个里面都是 version 2的 element， 这里面都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所以肯定没有，所以它就会 display 一个 failure message。 那这个是我们的 customized failure message， 那这个 power list 1会带到这一个0的位置， power list 5会带入这个1的位置，所以我们这边等一下会看到一个 failure message 是由我们自己所写的。看一下、哦、在这里哦，不好意思，等一下哦，是这个吗？啊 ，expect power list 一 ，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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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哦，这里 ，because power list issue contain power list 五。好，有没有看到？这是我们自己所写的。好，就在这里。好 ，should contain。好，就是这边是我们自己所写的。这是一个 because 的。好，好，那我们这一个好这个地方再把它改变起来。好 ，oops， 等一下。刚才 commit 起来，好，这个地方我把它 commit 起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重新 run 一次，好，再重新 run 一次，这个时候这个 method 又可以 pass 了。好，那我们 contain 的部分就交到这里啦。好，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那 contain， 那 contain 呢其实只是 contain 的想法，然后那这几行也是我自己加，这几行是我自己加上去的，然后就是说它里面有 I compare 的参数，也没有 override equal， 也没有 override get hash code， 就这个 collection 里面的object 并没有 override equal override hash code， 所以它就不知道怎么比较，它只能做 reference equal， 好，它就不会去比较 property value。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not contain， 好，就是 gamer power 2 v2 呢，它是 version 2的 element， 好，然后那这个里面好是 version 1的 element，好，所以 version 1的 element 的确没有包含 version 2的 element， 所以 not contain 它就会 pass。 好，那接下来是这个里面全部都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那这是 version 2的，哦，这个也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所以这个 list 的确是有包含这一个，哦，就是 list 1有包含 gamer power 2， 可是你这边是 not， 所以它就 fail 给你看，哦，所以这边呢就是会 fail。 好，这边稍微等它一下，好，等它一下哦，好，你可以看到它 fail 了，再重新 commit 起来之后又可以 pass 了。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的话则是这个 list 呢应该没有包含，好，应该没有包含这个 2v2 跟 3v2。那这两个是 version 2的 element， 那这个是 version 1的 element。那 version 1的 element 本来就没有包含 version 2的 element， 所以它会 pass。那接下来是这个。这个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这也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这也是 version 1的 element。然后所以 list 1有包含这两个，可是你这边是 not contain， 所以它就 fail。好，那我们这边来 run 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它是 fail 了。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list 一号呢，好，这边也是稍微等他一下，好，他 fail 给你看，好，那把它还原回来，这时候他又可以 pass 了。好，那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是这个，就是说你的 list 一号呢，应该没有包含 power list 五号，那 power list 五号里面所包含的就是2v2 跟 3v2， 都是 version 2的 element。好，那你这个里面都是 version 1的 element， version 1的 element 要包含 version 2的 element， 不可能嘛，所以它就是 non contain， 所以它就会 pass。 好，然后那接下来就是这是 version 2的，这里面全部都是 version 2的 element， 那这里面也是全部都是 version 2的 element， 所以这个 list 有包含这一个 list。 然后那你刚刚讲说它并没有包含，就是 not contain， 它这个是有包含它的，可是你刚刚讲 not contain， 所以它只好 fail 了。好，那接下来是这一个哦，这边也是稍微等他一下，我要 fail 证明给你看。好，那还原回来之后呢，他又可以 pass 了。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list 呢，不应该包含好、哦、这个 game ID 大于10的。的确啊，因为我的 game ID 就1234，那1234有哪一个是大于10嘛？都没有，所以好、哦，这个并没有包含 ID 是大于10的，所以这个也会 pass。好，那最后一个就是 not contain now。 好，那 contain now 呢，其实它就有点像是 nuni 跟 mstest 的这一个叫做我看一下，叫做 all items are not now、哦、它就相当于是这一个。好，那只是在 fluent assertion 里面就说这一个 collection 呢应该 not contain now， 就是说每一个 element 都是有值的。好，那 list 1里面就是有1234每个都是有值的，可是呢这个 list 里面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一个？这个 list 里面呢，好，你看到第一个 list 里面就是 gamer 一、gamer 二、gamer 三，就是 power 一、power 二、power 三、power 四。那这个里面呢，则是 power 二、power 三，然后做一个是 now， 所以这个肯定就没有办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里面呢 ，not contain now 它是会 pass 的，可是这里面呢 ，not contain now 它做一个就是 now， 所以它只好 fail。那我们来 run 一下，我就可以证明给你看它是 fail 的。好，这边稍微等它一下。那我现在再把这个东西commit起来。commit起来之后呢，嘿，这个时候就是剩下的都是可以 pass 的。那我就来 run all 一下。好，这边就稍微等他一下。好。所以你看到就全部都是 pass 的。等他一下哦。好，他现在就全部都 pass。好，那我们这个 tutorial 就介绍到这里。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